新聚彩500乘1000，户外前卫户防水出镜皮，可快速的从前面把模组取下来。也可快速的装回去。我们的箱体把电源跟信号指示灯后置在了后盖上面，在整屏搭建的时候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是否通电源，是否通信号。然后这个按键也可测试整屏是否通电，可以切换红绿蓝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防水。我们的防水等级为 IP65。 前后防水等级都是 IP65，可应对各种户外大型场合。